我们来负责防御吧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 大人败走，补给地点已被敌军夺去。 扭转至如此局面，真是形势严峻呐！既然如此，就交给我司马仲达吧，我会让敌人见识一下我的实力。 情况不妙，必须想出好办法才行。哼，没有值得邀功之事啊！我赢了，多亏了大家。距离孟德的 K
殿下只有一步之遥。史策，天哪，不得！撤退吧！敌人果然采取了这条进军路线，我们就再次展开迎击吧。撤退了，本来后退是万万不能容忍的，实在遗憾。我军应该在战斗力上占据优势，究竟是哪里疏忽了？虽然勉强获胜，但曹操军真是太厉害了。
兵器已经运来，现在就开始攻击吧。如此一来，可以暂且放心了，真是太好了。时至名归，虽然防守不大适合，但是既然要做，就绝不能让任何人通过。大家都在追求战功，忽视了守备，没办法，就由我们来防守吧。我真要顽抗到底吗？但是你等无法阻止我的脚步。总算挡住了曹操的进攻，但是他很快就会重整旗鼓的。是啊，今后应该如何面对曹操呢？我们必须找出苏武的最佳路线。成功了，我们顺利击退了曹操军。曹操军和孙武的战斗力差距悬殊，但即便选择投降，孙武也没有未来。